他就说是他儿子有参与啊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来嘛，一定要支持一下。他是抱持着支持的态度来看，但我知道他不看鬼片啊，所以蛮感人。他就说是他儿子有那个啊，有参与啊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来嘛，一定要支持一下。他是抱持着支持的态度来看，但我知道他不看鬼片啊，所以蛮感人的。姐姐会看吗？姐姐她怕鬼片，她就没来。对。这次的拍摄，我自己算是小小的客串。那回归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我刚生产完。你说这是你付出的第一步？对，所以里面可能有点微肿，希望大家见谅。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，在拍的时候就胸口一直非常的痛，因为我那时候正在胀乳的时候。然后剧组非常的体贴，我印象深刻是我还有借那个学校的教室，然后让我就是产妇们就是可以挤。票房公约，等于说帮我们吊在楼那边庆祝一下，吊在大人楼外面，我们三个去吊一下。对，希望那个监制有可以请那个钢丝再帮我们吊回去那里，好不好？大家应该都会愿意跟我们一起跳。他们就没有钢丝，他们直接用走的。对，就大家一起跳。对。